真的好想你，这么久了，我很想把你忘了，可是我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，你知道吗？在来的火车上。 我真的好害怕，我怕我找不到你。现在你就在我眼前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小姐啊。 不想跟你怎么样，我就是想你了。我来看看你，就是想和你待几天，就待几天，你知道吗，伟东哥？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你，我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男人。你告诉我，你有喜欢的女人？ 其实我挺开心的，因为你没有骗我。可是你越这样，我就越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 还不错嘛，别给我想象的好多了，我还以为你哭的早就一脸大鼻涕泡了呢。笑话我？赶紧的，赶紧回去，别任性，全团人都等着你呢。我不回去，也不知道李丁峰到底想干什么。每天都那女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，我不想看见她。哎呀，你搭理她干什么呀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越是这样的人，委屈的样，他们越来劲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团里的人怎么说我吗？你管他怎么说呢，这样不挺好的吗？现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你，你知道我在哪儿听说的吗？我在早点摊上。好了，唐金山，你就不能祝你安慰我一下吗？我这不安慰你的吗？挺好的。这说明你桃花运旺。 你的前任男友的现任女友，他都在嫉妒你。这本来的嘛，大大方方的回去，该怎么着怎么着，别总是一副软弱可欺的样子。谁软弱可欺啊？你陪我去。胆儿这么小的吗？刚说什么了？你胆儿大，那你陪我。
我就这么挽着你，让团里的人全都看见，你敢吗？ 好了，看你出这真样，我是开玩笑的。好了，你没事就行，赶紧回去。赶快回家，别让人替你担心。我知道了，就这几句。 小云，如果我能给你最好的生活，没有任何人能比得过我，你会。 我爸临走之前跟我说，什么是生活？生活就是挣钱、结婚、生儿子。这些年来啊，我悟出一个道理：想要过好生活，必须拿钱来堆，砸出来。我现在离我刚才跟你说那个目标越来越近，你相信我吗？ 我相信魏东哥一直都是最棒的，我以后会越来越棒的，为了你，小云，能答应我吗？ 魏东哥，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亲的哥哥。我不想伤害你，我现在也长大了，说话做事儿不想拖泥带水。我喜欢唐季山。那年我们不期而遇，爱的约定。 埋藏在心里，山盟海誓，不弃不离，为什么？知道了。终究离我远去。有时候有些话必须要说出来。岁月无情，只剩回忆。和他在一起吧。 你的背影，我猜不能触手可及。我一定会笑着想你，因为你是我一生一世生命的奇迹。我终于明白，你怎么了？你叫我过来的呀。 哦，对，那么我想见你，我见到你我就特别的高兴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我没喝多啊，我很好啊，我觉得我挺好的。
当然不错。嗯，你知道我的维东哥是最好的。嗯，那你就陪我喝一杯。快点。哎，怎么又走了？啊？哦，你不能走啊！陪我喝一杯。告诉我，是我好还是唐季山好？唐季山，是你那个兄弟吗？对，是我那个兄弟。见过他一次，不过他有什么好的？当然是我的卫东哥最好了。你是全天底下最好最好的男人，知道吗？不要再喝了，好吗？好了，不喝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真的是最好的吗？当然了，你当然是最好的。你怎么了？哥，你这样我好不习惯。你是我见过最好最好的女孩。你怎么了？你这个样子，我会当真的。如果卫东哥你明天要是酒醒了，把今天晚上说的话都忘记了，我是会伤心的。不会的，记得你说过，我袁卫东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男人。没错，我是。相信我，我会对你好。我相信卫东哥，我相信你。我不走了，我留在这里跟你永远在一起，行吗？永远。好，不走了。起货。你点工了吧？刚点过一件，不少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没错呀，每台比你的进价还低500块的，你还考虑考虑什么呀？说实在的，我从进货商那直接拿的货，可以看货呀。哎，你这样啊，因为我卖的便宜，所以很紧俏。你要是过两天的话，那我不能保证它还有，好吧？那可以，下午看货。好的好的，哎好。回来了，大哥。哎，卫东，我这两天就没回来，在外面跑单子呢。啊，没事，是我也没在公司，我也在外头跑单子呢。行，那就分头行动啊。这两天瑞民心情可能不太好，那你就多受累。啊，那个大哥，有点事儿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看看谁来了。你好。哟，罗小杰。还记得我？当然记得。你来看卫东来了。重新介绍一下啊，大哥，罗小杰现在是我的女朋友。亲爱的，出去等我啊。嗯。大哥啊，你知道我最恨什么吗？我最恨别人让我。
不是说所有东西、所有事儿，我都需要你让，尤其是女人。潘瑞民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你嫂子，这个是我兄弟潘瑞民，叫嫂子。是你嫂子岁数比你小，但是跟了我呢，她辈分高，叫嫂子。行，通知你一下，爱叫不叫，走吧。真不好意思，本来不应该打扰你的，可是有些事情我真的很想瑞民哥告诉我，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卫东哥，我怕他生气，我怕他不要我了。好好好，我不告诉你，说吧。你认识潘之云吗？这个官方来说，他是一歌手，在江水家喻户晓。私人来说呢，他是我亲妹。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妹妹。不过看来我是找对人了，瑞米哥。你可以告诉我他跟卫东哥以前的事儿吗？嗨，我们都发小，从小一块长大的。我知道没有那么简单，卫东哥一定爱过他，对吗？那都以前的事儿了。你说你们女人真是啊，他现在人都是你的了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他们现在是不是还在联系？联系的还是很多。我跟你讲啊，联系多或者少，这都很正常。那发小嘛，从小又一块长大，那肯定会经常联系啊。有时候我们还一块玩呢，买卖不成仁义在吗？当然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啊。总之呢，你要想跟他长久的好下去，你就不能太小心眼了，知道吗？我真的走了，和你卫东哥哥干事业去啊，回家。哦，来来来，哎，二哥，啊。我刚排一个户。喂，小云。金山哥呀。对。中秋节晚上，你个人音乐会的时候，你能把第一排中间的位置留给我吗？那你是不是要来听我的演唱会呀？对。嗯，好。
潘志云，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。我告诉你，卫东哥呢，现在是我的人，希望你洁身自好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再使右边使点劲儿，哎，哎呀，舒服，哎，舒服的，舒服吧，舒服舒服。卫东哥，嗯，你说我对你来说是什么呀？女朋友啊，是什么？我说的不是女朋友，我说是我在你心里的位置。哦，哦，是位置啊！哎呀，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，特别重要，非常重要，而且是越来越重要，是吧？嗯，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你说。今天我教训了一个特可恶的女人。真的呀？哎呦，我们小杰真是长能耐了啊，你都会教训人了。那是，我打了她一巴掌特解气。哦，我告诉她，我说你是我的男人，以后啊不让她再来纠缠你。你打的谁呀？潘振云啊。要是以后啊再有这样的女人，我也是见一个打一个。我可是为了保护我的爱情。怎么了，卫东哥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你把谁打了？潘振云啊。我觉得他挺可怜的，他一定是特别爱你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要发票吗？嗯。要发票吗？不要。哎，要发票吗，哥们？餐费、住宿费、火车票、汽车票等等，你想要的发票我们都有。哎，您贺假公章吗？啥？我们可是专业卖发票的，假公章这种缺德事儿我们可不干。有气节，哎，哥们儿，你有没有看看发票？别！有大公司愿意给咱们做担保了，你自个儿看。嚯！行啊，二哥，还真有你的啊！你怎么说服
海阔国际这种大公司的。不是你是不是真当你二哥就这么点本事啊？啊，我那几年在广州我白混了，人脉资源我还是培养了一些的，藏而不露嘛。你怎么早告诉我你有这些关系呢？这关系得用到关键的地方啊，那叫好钢要用到刀刃上，对不对？佩服，佩服，服了二哥。这事儿你跟大哥说了没有啊？怎么了？那这上面这咱公司这印章啊，大哥签名什么的，这嗨，你这公章大哥管那么严，我能拿出来吗？我就把那个财务章用胶布把那个财务专用几个字给粘上，干完就完了。大哥那个签名也是我给模仿的。行啊，大哥的签名你都能模仿？你等着。啊，这儿，你给我看，第一篇他写的，后那篇我写的，能分出来吗？像，真像，哎，不是真像，简直就一模一样啊！二哥，行啊你啊，哎，你说你小子是不是越活越回去了？你忘了你小的时候，每回考试不及格？都是我模仿姥爷签字往那个家长回执栏上签的，啊，包括还有我爸那名字。你别跟我说，啊，对了，那会儿还有那个我们田径队的吧，啊，那帮兔崽子，哎呦，那帮子叫什么名儿，我记不住，但是他们家长叫什么，我别说记得，我现在能一字不落，一个不落再给你签一遍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二哥，你什么时候也学学我写的字儿？就你那两把刷子。你觉得你在部队按照庞中华的那个仿宋体那帖子练的，我就学不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直记着我爸跟我说的啊，字儿是人的脸，这脸不能丢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给你写，就你那两把字儿，我写出以后连你自个儿你都不认识。我信啊！算了。二哥啊，这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放心吧，咱们一不害人，二不骗人，就是为了挣钱嘛。这个东西全是形式上的，没有这些手续，这买卖谈不成。你放心，在具体交易的时候，我会把这风险降到极低极低。有二哥在呢。先来吃饭啊！行，就两箱。对。完了。老袁，哎，这张 PO 单你拿着。货运到以后，对方会验货打款，我们等到他的电汇传真单过来的时候，你再把这个提货单快递给对方。这样做啊，就万无一失了。我说顾总，你还真是放心我，你就不怕我过去自个儿把这货给提了？袁卫东不是这种人，我是绝对相信你。不过啊，这几天哪儿都不准去，咱们在一起好吃好喝的，等着订回咱过来。我得看住了你，你是我的钱呐。没问题，那这两天我们哥俩哪儿都不去啊，就跟着你了。这样啊，今天晚上喝酒唱歌，没问题。走吧，走。都吐三起了，你还要喝？你说你睡觉啊！你别以为你当几年兵你就能跟我拼酒啊，三儿！哎，喝酒二哥不差谁。哎，什么呀？哎呀，你自个儿打开看。10万，咱俩的利润。不是，这货款还没收回来呢。我跟老顾提前就我提的要求，你知道吗？大概一算，预计利润是20万。说了五五分账吗？
这10万就是你跟我的利润。二哥啊，你想的够周到的啊！那这钱就等于咱俩稳稳当当的赚到手了啊？那你也想什么呢？哎，这老顾啊，还把提货单放你那儿保管，得亏咱俩不是坏人，要不然这老顾最后啊，不但货拿不着，还得扔10万块钱进去。哎，这就是哥哥的精明之处，我告诉你，就跟姓顾这种算做买卖。嗯，我没见利，我凭什么给你发货呀？之前都跟你说什么口吐莲花，谈的叭叭叭的说特别好，等最后分钱的时候就开始难产了，是吧？你得防着他们。二哥，忽然想起一首儿歌来。二哥，有个老头，他姓顾，上街卖布又打醋，路上碰见鹰捉兔，这飞了鹰啊，跑了兔啊，撒了醋，染了布，结果啥都没落住啊，他就是老顾。哎，啊，神经病人呀，挣点钱看那样。哎，以后跟着二哥，咱有的是钱和挣，是吧？啊。嗯，你小倩，老姑娘小倩啊，肯定在发廊当。是吗？嗯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以前跟我师傅跑长途的时候，我他这见多了啊，我只见我没找过。我怎么看的，怎么不觉得像当秘书的料？秘什么书啊？这是一小秘。像老顾这种人啊，哎，这长得不像人，找个小倩就行了。要什么有什么，哎，你当都像你二哥这么帅啊？哎，嗯，二哥，就这帮有钱人啊，看，二哥，这睡得也忒快了吧？醒醒了，醒，起床了啊！哎呵，哎呦，你还当兵呢？你这哎，睡懒觉，赶紧起来！几点了？你还睡？几点了？都12点多了。昨儿聊太晚了。那老郭不叫咱一块吃早饭去吗？你还信他的？那昨天晚上他跟小倩那啥，眉来眼去，腻不腻的？这晚上能起来才快呢。行，啊，睡完咱自个儿去找点吃的。厕所没东西吧？没有。哦，看啊，给拿东西。换哪儿了？真的是正品。我们想把这个合同马上就签下来。这100台电脑能不能都给我们？当然可以啊。不过这个价钱能不能再……啊，不能了，价钱不能再降了，请你理解。马上过中秋啊，你能不能再来个节日让利？这个便宜点啊，交个朋友。我现在给你的已经是朋友价了，我刚开始就跟你说这是最低价，再降的话那就搅乱市场秩序。你要能签的就签，不能签咱们是朋友。哎，行不行？好，签就签了吧。签吧。哎，来。你好，我这个房卡打不开门了，你帮我查查。稍等，帮您看一下。好。
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现在已经过12点了，您的房卡已经到期了，请问今天还需要去住吗？不可能啊，到期我们订了1星期的房子，怎么可能到期呢？不好意思，这边确实是这么显示的。不是，您再给查查，一个姓顾的人订的，肯定是1星期。是这样的，这边订房的客人已经于昨天晚上退房了，您的这间房确实保留到中午12点。不好意思。退房了？对。怎么样？姓顾的电话还是关机？我也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嘛，那咱们的货不会出问题吧？你快打电话问问呢！别着急呀、啊，我昨天发货的时候，我按照铁火丹那电话我打过确认了，那边也接电话说着陆陆发公司，你说我再打，再问问。喂，喂，请问您找谁呀、啊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这是陆陆发货运公司吗？什么陆陆？你打错了吧？我这里是公用电话。大妈，您别开玩笑，这你没搞错，我昨天下午打过这个电话，我就是这个号啊。你那是一男的接的，说是陆陆发公司啊。你昨天下午到晚上一直是有一个男的在这里没离开，说是要等几个什么重要电话。二哥，怎么了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喂，大哥，瑞民，魏东跟你在一块儿呢，你们两个这两天没回公司啊？没出什么事儿吧？没有，我跟二哥去外地谈一客户，忘了跟你说了。哦，中秋节也不在家过吗？嗨，我俩哪有家呀？阿三，你们俩也别太拼命了啊！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跑那个换货的事儿呢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换成了，成功了。300台全都卖出去了，三百台，那恭喜大哥，我们俩回来咱们得好好喝一顿啊。那肯定的，中秋节你们两个最好能赶过来，而且那天晚上是小云的个人演唱专场，你这当哥哥的总得捧个场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大哥，小云就交给你了。说的根本就没有叫红利达的商贸公司在那儿注册过，叫我您说陆陆发货运公司也不存在，提货单是假的。咱们真是被人骗了，没话了。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去一趟公安局报案去？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能报案，不行！一报案会节外生枝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我公司所有人都会被受牵连。不能报，绝不能报案，不能报案。这样，三儿，听我的，你先去稳住厂商，啊，把厂商那边稳住，跟他说再晚2天给钱，然后咱们去码头把那个货给拦下来。那万一根本就不是送到港口的呢？只能赌了。袁卫东猝不及防的慌乱让潘瑞民如坠冰窖，而一无所知的唐季山还以为自己终于接近了一直渴望的幸福。他不会想到96年的中秋夜成了所有人命运的分水岭。好嘞，那就这样。唐总，很高兴认识你啊，要不咱去吃顿饭去。改天吧，改天等我俩兄弟一回来咱一块儿去，行吗？今天晚上我已经有约了，马上到点儿。好好，改天我请客。我请你也行。好吧，好，行，就这样。那就这样。好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。
喂。啊对。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我们最近销的不太好，我们愿意承担违约金。说要稳住厂商，稳住厂商，你怎么能让厂商跟人担保公司联系呢？你，我试过了，我都跟人厂家说，我说我们愿意赔偿违约金，我做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，咱们。